爱跳舞，大家一起来跳舞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吃泡芙的泡芙姐姐。今天我们要来跳什么舞呢？舞哈，我们要跳的就是印第安舞。喜欢用羽毛当作头饰，在脸上画上漂亮的印号，然后呢，在庆典上面感谢祖先的保佑，庆祝丰收，再开开心心的跳舞。今天泡芙姐姐把印第安人在庆典上的样子编成了一套舞蹈，要教给小朋友哦。小朋友，赶快站起来，跟着我们一起变成印第安人了。今天泡芙姐姐找来了咪咪，要跟着我一起跳印第安舞。咪咪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好啦！哇，咪咪小印第安人不但很有精神，连衣服都穿好，头饰也戴好了耶。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咯。首先呢，泡芙姐姐要教大家欢呼，因为欢呼对印第安人很重要的哦。他们会这样子来表示他们很开心，手说要放在嘴巴前面。好，然后要跟我发出一样的声音哦。我先做哦，呜呜呜，换你这一次。哇，很厉害！但是因为很开心，所以我们要更大声。我先做一次哦，呜呜呜，换你做。哇，很厉害！那现在我要更难喽，注意听喽，呜呜呜呜哈，换你这一次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再更难一点点咯，呜呜呜呜呜呜哈，换你做，呜呜呜呜呜哈。哇，咪咪很大声。那现在呢，泡芙姐姐跟咪咪一组，我们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比赛哦。我们要看一次你们比较大声还是我们比较大声哦。那我们先做哦，咪咪我们一起来咯，呜三次，然后哈很大声吓他们一跳哦。预备备起，呜呜呜哈！哇，咪咪很大声，好像有赢你们呢。你们再大声一点啦！预备备，起！呜呜呜！哈！哇，两组都很厉害。那现在我要来教你们跳舞喽。首先，印第安人要把手手都牵起来。哇，我们牵好了，然后踩一下，往你的斜脚踢，像踢足球一样，喊嘿！嘿！哦，你脚脚没有踢，再一次踩一下。好，踢脚脚踢过去，嘿！哦，好，要踢斜的哦，再一次踩一下，换这只脚脚，嘿，嘿！哦，很棒，踩一下，踢那边，嘿，哦，很厉害，再一次踩一下，踢那边，嘿！哇，咪咪很厉害。那现在我们要围着火堆，表示我们很开心，一起转圈圈了。然后边转的时候要喊嘿嘿嘿哦，预备起，嘿嘿。嘿，再大声一点，嘿，嘿，嘿，哇！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手牵手，很开心的围着火堆跳舞哦，代表你今天很开心。那现在泡芙姐姐要教咪咪最难最难的一个口号喽，所以你们要把手手借给我，手手借给我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人要合体哦，印第安人要合体了，像 Give me five 一下一样，拍一下，嘿。然后打开说哈，哈，好，再一次预备起，嘿，然后哈，哇，很棒。那我们要打三次，嘿，三次哦，预备起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，
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学会啦？那现在咪咪还有我要跟着你们 give me five 哦，我们来试一次哦，三下就要喊哈哦。咪咪，我们跟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give me five， 预备起，嘿，嘿，嘿，哈。哎，好像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哎，再大声一点哦，预备起，嘿，嘿，嘿，哈。哇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咪咪已经变成一个很棒、很有精神的印第安人了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也变成很棒的印第安人啦？等一下，泡芙姐姐还会教你们更多印第安人的动作，你们要加油哦。那现在我要跟咪咪继续练习动作了，咪咪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呜呜呜，欢迎，好，再大声一点，呜呜呜呜。提起来，合体，预备起，哈！小印第安人来了，哟吼！现场又来了四个小小印第安人，要跟着泡芙姐姐一起跳印第安舞。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咯，首先，泡芙姐姐要教你们欢呼，因为欢呼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把手手放在嘴巴前面，我做一次，你做一次哦。我先。呜呜呜，换你！呜呜呜，再一次！呜呜呜，换你！呜呜呜，哇，大家都很厉害，那我要更难喽，准备喽！呜呜呜呜呜呜哈，换你做！呜呜呜呜哈！哎，我们的小小印第安人有点小声哎，那不然我们来跟电视机前面的小印第安人比赛，我看谁比较大声哦！准备喽，预备起！哇，很大声！那我来看一下露露小印第安人，来，你来表演一次，给电视机前面小朋友看哦。预备，起！呜呜呜呜呜哈！哇，很大声！那我看看中中可不可以更大声？预备哦，准备了，预备，起！哇！哇，这个印第安人很棒。那全部的人一起来，预备，起！大家都很厉害，那现在泡芙姐姐要教你们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招式哦。如果啊我们遇到霉运或是不好的东西，印第安人都会把手手举起来喊撒，把他们赶走哦。那现在我们一起做一次，预备撒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要撒三次，预备起，撒撒撒，哎，不好的东西没有赶走，再一次再一次，要更大声，预备备起。我们把霉运都赶光光了，那现在我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跳一次了。蹲一蹲，准备咯，开始了，呜呜呜呜呜哈，再一次，哈，印第安的庆典。现在我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跳一次哦，蹲一蹲，准备咯，开始啦，呜呜呜呜呜哈，呜呜呜呜呜哈，印第安的庆典好开心，现场的四个小朋友很大声哎，那这一次我们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来比赛，看谁比较大声哦。准备了，就是爱跳舞，大家一起来跳舞。
今天教的印第安舞，小朋友是不是都学会啦？泡芙姐姐在编排的时候啊，加了很多原住民的热情风格进去，像是欢呼啊，像是打节奏啊。虽然小朋友对印第安文化不是太了解，不过借由今天的初步认识，相信小朋友一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哦。平常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时候，也可以多查一些资料，让小朋友对不同种族的文化有所认识。下一次最喜欢跳舞的泡芙姐姐还会教大家跳什么舞蹈呢？别忘了一起来跳舞，拜拜。